各位吴老师麻将心法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陆哥麻将段。今天陆哥将会借由这支影片来告诉大家如何透过敌人的吃牌舍牌，那找出他的指标牌，以及判断敌人听什么牌。那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好，来低将的南风三啊，末节上庄，才接到对四条，也接到一搭，四五万也接到搭，来一二三四五，五搭的牌，好顺利靠到八筒，哦，真六搭。手牌来到四进厅，哇，要正经三条，这个进牌速度可以哦。补到什么？哦，多一搭，多搭不用急着拆，等等看怎么进牌，再来决定怎么拆。把财碰到了，南风，好，这时候多搭拆搭。猜价值最差的边张搭，一万不用碰啊！要一万要碰，一万要碰，哎，抱歉，我忘记四筒，后来摸到对，碰完之后来到一进厅。我以为他只有三四筒，我忘记他已经变成三四四筒。嘉盛晚上好，欢迎来到直播间。新进来观众朋友先帮我们点个赞吧，看直播先按赞养成好习惯。条九条，哇，一进厅又卡住了，怎么会进不来呢？三万，吃牌打四条啊，吃牌打四条，二条刚刚进过他不要，对家有大几率就是要三六条啊。这边还卡在一进厅，我们来看看对家是不是真的听三六条。我断牌是断他三六条，因为二条他不要了嘛。看一下对家，哦，你看吃听打出的那一张牌，哦，就是很重要的指标牌，哦，真的要三六的，你打得太明显了。碰，吃。再碰，这招就是铁球人。求人不如求己，招招高招等你出招。打开宅神爷，换你当大爷。宅神爷。以上影片感谢由宅神爷冠名赞助播出。
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，欢迎来直播上面跟我们互动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以及追踪我们的 IG， 那我们就直播上线咯，拜拜。